现在是做能量疗法的下半身了。还是要按着吗？不要不要，你手按按任何一个地方。按任何一个地方。用左手，左手。左手按任何一个地方。对，右手要出来，打平。打平。打平。对。哦。对。是是。好。嗯。来。嗯。侧盘的，来，侧盘子。嗯。基本的，放在这样。颈部的问题，哇，那颈部好弱，很弱，有没有？轻轻一按就撑不住。嗯。手可以放掉。我们来做下几分。现在还有十分钟。所以都可能做那个刚刚好。所以做那个帮对他帮助蛮大。嗯。他很少一直动。我觉得你先，既然这个外开的啊很容易做，你就先把外开的这个做一做，来，嗯，嗯，嗯，这个就是这样内转进来，嗯，它是外开的。那这一只脚要虚骨开的，虚骨开出去，那很硬。现在今天都可以这样动了，等哪一天可以完全开出去的时候，就好。强壮的
上面最怕强大的是什么？嗯。为什么98岁奶奶需要花3个月？就是慢慢点点一点点来，就没办法急，想要快就没办法快。那奶奶没有像那个98岁奶奶没有像奶奶这么硬。你说98岁还没有她这么硬？对，她很硬。哦。可是你不是说她都打结了吗？打结了应该更硬啊。她打结是打结，但是没有那么硬。这样放进去吗？对吗？横的。这样哈。不是，不是横的。横的是，线不是这样吗？这样进去吗？